中共肺炎疫情笼罩下，口罩已经成为人人必备的防疫用品。为了宣导大家戴口罩，印尼航空业者直接在自家一架新型客机上彩绘了口罩。 这架属于加鲁达印尼航空的空中巴士 A330 客机，机头就彩绘了大大的淡蓝色口罩，在白色的机身下格外明显。而除了这架口罩彩绘机外，业者还举办口罩彩绘设计比赛，选出前4名彩绘在另外4架客机，优胜者还可以获得商务舱机票。其实这不是第一家把口罩彩绘在客机的航空业者，先前卢森堡货机和俄罗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也都分别推出彩绘口罩客机。